我们继续用雅歌来敬拜神，来浸泡在神的同在里。我们来读雅歌第六章第十到第十二节。在这段经文，新娘从她的家里面往外看，她说：我看到那个向外观看如晨星发现的，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展开的旌旗军队的，到底是谁呢？当然他的文字写作是一个倒问法，他知道是谁，他知道是那个从远方为他付上极大代价，要来寻找他，要来救赎他的，他的良人，他的新郎。然后他就采取的行动，十一节说：我下入核桃园，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石榴开花没有。不知不觉，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。原本他离开他的家，他的心还惦记着他自己的那些工作，在他的核桃园里面，在他所种的那些植物到底发芽了没有，到底有没有收成，那些石榴花到底今年会不会有一些他长久服侍的回报。但是这些都被一件事情取代，就是他来到了他的良人的身边，坐在他的车上。好像今天神要用这段经文来对我们中间许多人说话，特别是你在家里面，你在你的困境中已经在等候的，神说：我来找你了，你肯出来跟着我吗？好像我们有许多人在你的园中已经忙了很多，等到你眼睛一睁开，你又要许多的事情要做，很多事情要忙，你很急着要去看到这些事情的结果，你很在意你所努力的有没有好的收获。可今天圣灵要带着你来到尊长的车上，说：这个是你的位置，这是你生命更美好的地方。邀请圣灵在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媒体之前，每一个时区，每一个时段，不论你在哪个地方听到我们今天的这段分享的，圣灵就在那里与你同在。我恳求圣灵在那里与你同在，带着你，不知不觉中你的心要将你安置在耶稣的身边，跟主耶稣说：我要跟随你。我们一起开口，我们一起用方言，用悟性，用灵歌，用颂词，我们来祷告。这个祷告要将我们的身心灵带到神的面前，这个祷告要任由圣灵来带领，带着我们进入神的同在里。我们一起来开口。
不要再抵抗圣灵的带领，就让你的脚步任由圣灵来带领你，来靠近神。是的，有很多事情让你不想接近神，有很多的顾忌让你不敢接近神，但是神说，亲爱的孩子，我在这里，来接近我，继续来祷告，继续来让圣灵带着你，继续用你的赞美，继续用你的悟性，你的方言的祷告，超越你的理智，超越你的情绪，让他们就是带着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在他的宝座前来敬拜他，来接近他。继续祷告，继续往前，继续进入在神的同在里面。停止为自己来设想，停止为自己的路径来做计划，就让圣灵带着你继续往前，来靠近他的圣洁的宝座，靠近宝座。是的，不用怕，那是你的天父，不再是奴仆的心，乃是阿巴父，叫阿巴父的儿子的心，乃是儿子的心，坦然无惧来到宝座前，要蒙怜悯得连续，就往前，继续往前来移动。山的那夜眼睛闭上的时候，你属灵眼睛是睁开的。当你看到前面亮光的地方，那是神的宝座的地方，那是神的宝座的地方，你就朝那个方向来行进。那是神他的呼唤的来源，是他对你的呼召的来源。他说你是在这里被创造，你是在爱中被创造的，你是在爱中被寻回、被买回来的，你是在爱中被付上极大的代价，你来到这里的。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，不再是奴仆，不再是罪犯，你是儿子，你是女儿，来往前。往前，朝那最亮的地方，朝那医治的恩膏涌流的地方，朝着那喜乐的泉源，
朝着那众光之父没有转动的影子的地方，也许开始你会有眼睛也是不舒服，因为是那么的刺亮，渐渐的你往前，你越来越适应，进入永恒的光中，好像每次你往前走一步，那个亮光就又亮了一点，继续往前。继续往前，你开始可以看到那个宝座的样子，坐在宝座上那个慈爱的天父在看着你，四周围很亮很亮，但是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天父来拉着你的手，说来跟我坐在一起，你就与天父同坐宝座，当你一转身，你的视野角度与天父同一个方向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世界就变了，好像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到很远很远，却是每一件事情又那么清楚，你也可以看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事，每一件事情，每一句话又是那么的清楚。你进入到一个不受时间、不受空间所限制
在神的同在里。一开始也许你会很紧张，因为这不是你习惯的，很快的你适应，你的呼吸变慢，很快的你的肩膀就松垮下来，全身紧绷的肌肉就放松下来，安静的、轻松的坐在神的同在里。那是一个很高的高度，超过你所想象的任何的高山的高度。超过任何历史、未来，超过任何时间的限制。好像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在你眼前，好像在许多在远方的人所说的话，他们对神的敬拜，他们为神所做的所有的事情，也就在你的眼前。在你的记忆中，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，好像你可以看到他们就在你的眼前。有许多在发生的当下，你没办法解释，你没办法接受的，甚至你有情绪，或是后来你有懊悔的事，也发生在你的眼前。天父还是没有跟你解释当时发生什么，为什么会这样发生，但是你的心已经不在意了，一旦你从宝座的角度看回去，所有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。不是那种文字的解答，思想的解答，而是你就知道你的疑问有解答，你满意了。
在你的眼前，你从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的角度在看你所有的事情。欢喜的，悲哀的，庆幸的，懊悔的，欢笑的，流泪的，荣耀的，羞耻的，众人知道的，你隐藏很久的，对人有帮助的，使人受伤害的，你常常拿出来炫耀的，你期待从来没有发生的，你不介意别人继续传扬的，你希望可以从你的记忆中抹除掉的，好像这些事都不再那么重要，当你与神同在的时候，神给了你智慧，然后你就看懂了所有生命里面的大小事。继续从宝座上继续观看，天父知道在你一生中你所关切的是哪些事，你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，你所觉得羞耻的又是什么。但这些你都要从全新的角度给予他们全新的诠释，继续让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在你面前好像翻牌一样，每一件事情都被翻过，每一件事情每个疑问都有了解答，一件一件的回忆，
让圣灵将那些放到你的眼前，然后让圣灵将那些事情给予新的意义。继续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，慢慢的，一件件的来处理这些在记忆里面的片段。思念这些事情，这些在生命里面发生的都是真实的，可被尊敬的，有公义的，清洁的，可爱的，有美名的，有被称赞的，有德性的，也在这些你羞于拿出来谈的失败的，被当作笑话的，你觉得是污秽的，可恶的，没有公义的，让圣灵带着你一一的搜寻，然后让圣灵为他贴上新的标签，给他新的定义。你在你的核桃园、葡萄园、果园，你所耕种的每一块地上，很快的做了搜寻，
看看这些植物发芽了没有，开花了没有，结果了没有。圣灵就带着你不知不觉的坐在神的旁边，天父说，我让你看过这一些，是叫你的心可以对自己有个交代。然后他说，你来跟随我。那些事都很重要，你都尽了力了，那些事都成为你花园里面的养分，你的生命被他们浇灌了。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来跟随我。耶稣，我要跟随你，清晨深夜，我要与你同行。耶稣，耶稣，我要跟随你，清晨深夜，我要高山低谷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欢乐哀伤，你都不离。耶稣，耶稣，我要跟随你，清晨深夜，我要与你高山低谷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欢乐哀伤，你都不离。虽然生命遇见困难，我有你为我征战，
伴我，我不孤单，勇敢面对我软弱，紧抓住你，绝不放手，你是我唯一盼望。你带领我，你保护我，我要永远跟随你，耶稣，耶稣，我要跟随你。清晨深夜，我要与你同行。也许你的情绪被你回忆这些旧事拉扯着上上下下，也许你的面子在上帝的面前有时候觉得很荣耀，有时候又觉得很羞耻。但是神说，来跟随我，耶稣复活之后，彼得很羞耻地遇到耶稣，他很焦虑地不知道耶稣如何责怪他，他在船上看到耶稣，他竟然把衣服穿上才跳到水里。耶稣也没有责怪他，耶稣帮助他们捕起了153条鱼，耶稣带着他们再一次回忆他们最后晚餐的情景。接着在湖边，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早餐，耶稣跟彼得跟其他这些学生多马、拿但业，跟他们说，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来跟随我。彼得带着三次不认耶稣的羞耻，忐忑地在耶稣的身边，耶稣用三次的问话重建彼得对自己的想法，耶稣问说，西门彼得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
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耶稣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他就忧愁了起来。他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耶稣告诉彼得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带上束上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说了这话，耶稣对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在这件事情的三年以前，彼得在海边在捕鱼的时候，耶稣跟彼得说，你来跟从我。三年后，耶稣再说，彼得，来跟从我。也许几年前，耶稣曾经跟你说，你来跟从我。现在耶稣跟你说，来跟从我。发生了什么事，或是该发生的事，你没有去让它发生去做，说了什么话，或是不该说的话说了，该说的话没有说，这都没有关系。耶稣说，来跟从我。或许你前面还会遇到一些困难，甚至会遇到一些不是你的意愿所要发生的事，甚至所发生的事情不是照着你的心愿来进行。人要带上你，用带子束上你的手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但是耶稣说，你来跟从我。
苏拉密的女子说，她不知不觉中来到的车长，在军长的车上坐在她的身边。她所在意的核桃园、葡萄园这些果树已经不再重要。车上的新郎跟她说，来跟从我。来坐在神的宝座上，与他同坐，来跟从耶稣。历史上看起来，在那事情之后的30年，彼得有一段时间照着他自己的意愿四处去传福音，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他伸出手来，别人将他的手束上，带他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。他的生命有高有低，有平顺有挫折，有荣耀有羞耻，但是耶稣说，你跟从我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要跟从你。我们要跟从你。
勇敢面对我软弱，紧抓住你绝不放手，你是我唯一盼望，你带领我，你保护我，我要永远跟随你，耶稣，耶稣，我要跟随你。清晨，深夜，我要与你同行。耶稣邀请彼得与他同行，耶稣也邀请你与他同行。耶稣不再顾忌过去你所行的，耶稣要你与他同行。耶稣也不告诉你未来每一天天色常蓝，耶稣要你与他同行。当时彼得也很在意其他的人，他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，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：主啊，约翰这个人将来会怎样？耶稣说他将来会怎样跟你没有关系，你来跟从我。也许你很在意别人将来会怎样，你也很在意别人他们遇到的困难怎么解决，你很在意上帝怎么样去祝福他们，上帝要怎么去帮助他们。但是耶稣说，那些是我会处理的，你只管跟从我。亲爱的耶稣，我的一生中花了好多时间照管我的葡萄园，驱除里面这一些来破坏它的那些狐狸，抓那些虫，除掉那些伤害我的葡萄园的。我花好多时间来照管他们，来期待他们可以茁壮发芽，可以开花，可以结果。我也为我所做的许多事觉得非常骄傲，因为我做得好。我更为我许多事我觉得非常羞耻，因为我做的坏的判断，
但是主，谢谢你在我不知不觉中间将我带到你的车上，坐在你的身边，与你同样的高度来看我所在意的这些果树林、葡萄园。然后你说，来跟从我。是的，耶稣，这是最重要的事。我也许花了好多时间在照管我的生活，我的家人，照管我所爱的弟兄姐妹，但是我却忘了，我该跟从你。耶稣，谢谢你。谢谢你今天召唤我再度来跟从你。也许我前面的道路有些事情就像彼得年少的时候随即一行随意往来，你都祝福，但是也许也像彼得年老的时候伸出手来被别人束上带子，带到我所不愿意去的地方，面对我所不愿意面对的处境。但是主，不论如何，我要跟从你。不论是什么样的处境，我跟从你，你与我同在，我就觉得安然舒适。谢谢你带领我，谢谢圣灵引导我来跟从你。阿们，阿们。